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老师。OK， 我们现在要继续游玩返校，因为我们要玩坏结局。哎，坏结局从这边开始吗？不，迁回记录哦，管他的。OK， 有人说从直接从第四章进去会比较快，是吗 ？Oh no， 我是选错了。好像从前回开始比较好齁，反正是选错了啦，不要选。好，反正我知道大家怎么走了，我大概知道了。这边就在回忆魏仲庭，他回来学校嘛，就是看这些以前的事情。不过那个像第一序章魏仲庭被吊在上面的话，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啊，我猜啦。因为学姐利用魏仲庭，然后把书单泄露出去给教官嘛，所以把他删掉，这是这个意思吗？还记得那个布袋戏友吗？布袋戏友被枪毙，应该就是张老师，因为只有张老师被处死刑。OK， 我知道怎么走，所以我们走快点，交换吧。生命会消逝，然后 OK， 然而你还不是我。好，失去自我。哎，上次选时间，失去自信好了。点点点 ，OK， 出现点点好像这个话解决了。不过我好奇，换那星座还是死了吗？然后我好奇，那个宝剑是那个到底是谁啊？还是不重要？这个到底是谁啊？这个黄什么章？黄米章？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要再看一次，应该读档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应该只要一个选错都可以了吧，不用全部选错。这个可以进去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哎，大叔，我们走快一点，因为刚才玩过，就知道。好，我就不念了。直接按掉。这边绕一圈，好，
OK，上次我是选逃避躲藏嘛，平行面对，哦，是随便选，哦，点点点，nice nice，只要出现点点点，应该都是坏结局了，OK。这边有存档点，我应该直接从这边进来的。如果前面三个都选对的话，我直接从这边第四个选错就好了。不管还是过一下吧。对，前面就不用走那么长了。OK，我这边要最后一个了。再交换一次，相信决心变行动，这是他的哲学。原本是选争夺反抗吧，那我选择，是这边是四战人尾，那我们选顺势生存，点点点，呵呵呵 ，OK， 走吧。
好，我们选莫兰一队，然后出现点点点，应该是坏结局了吧？应该是在抽烟吧。舒服。OK， 这边都一样，目前为止。哦，这边不一样了。记忆就像镜子，照出你灵魂的模样。原本这边有一张纸条，应该全部选对之后才能。也许你还想忘记，也许你还是害怕。有可能你是一个选项，选中一个就没办法进到好结局，因为选到印象你摸，如果进到这边的话，你就捡不到那个纸条，最后一张纸条。这个铜像应该就是蒋公了。面对自己的心声，却没有选择坦白。我就是你，我这个你，但你不是我。这个黑影比较杂乱一点。然后你看哦，蒋公消失了，然后死了很多人。因为方内心告诉教官那个苏丹，你告诉人家苏丹，就是无形中杀了很多人啊。虽然不是你亲手，对，不是你亲手做掉那些人，但是因为一张苏丹却害了很多人。旅程已经尽头，此地万疮冥河。哦，这魏仲庭，这个是张老师，罪业依然未解。皮案难救，人救难度。然后这个是殷老师，乐声热烈响起，点你等你逼你，恐怖哟、哦！这个眼睛在看我啊，眼睛。我突然觉得坏结局才是真正方内心的结局。我觉得好结局搞不好只是在描述魏仲庭被释放出来而已，然后回忆以前的事情。我觉得啦，15年的时间多长啊，各位，你都在牢里度过，你能想象那个生活吗？欢迎全校师生冰凌四尾巴德，耶，颁奖喽，颁奖。耶、yeah,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，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ファン内心です。嗨，我偏偏要走另外一边，怎么样？嗨，我这是要嚣张一下。嗨，我可以走到右边吗？啊，不行，高尚品德，哎呀，高尚品德。阿姨，你要颁奖给我吗？哎，他消失了。学生也消失了。应该给我什么东西？一条绳子。上吊的意思吗？罪业，生命会消失，然而罪尚会磨灭。默默的等我领受。搞快跑啊！你真的要那个哦，跑不掉，呵呵，太过分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按，对不起，还没按。不能按是不是？哦，点的没反应。哦，好吧。再见了，
各位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我没有朋友，我没有朋友。哦，哎，原本有这条绳子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我是觉得方瑞欣最后应该是自杀吧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每个人每个看法嘛。因为他原本是个好人，但是做这件事情一定会心里过意不去，害也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是喜欢好结局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制作群吧。好的，毕竟我跟大家是一样，我比较喜欢好结局。好，那这款游戏，如果对，因为现在的年轻国中生，我小时候应该比较不清楚戒严吧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在教。虽然我以前好像没有在教，就提过提到一下下，就听小时候我爸妈在讲，以前时代很恐怖，以前宪兵，你在街上遇到宪兵是要打招呼还是什么敬礼什么鬼的，就是很恐怖啦。然后像头发什么的啊，他们会管哦，宪兵是会管你的头发跟那个身上穿着的，应该大家都很难想象啊。然后怕讲错话啊，千万不能乱讲话。因为我爸以前说什么，他以前装乡下也没办法讲什么话，然后就被抓去干了，不然这隔天就不见了。欸，真的很恐怖哎，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很敏感嘛，这战争吗 ？OK， 好啦，啊，感谢赤足啊 ，Red Candle 赤足游戏。感谢，希望可以再做出下一个好玩的游戏，不要是恐怖游戏就好了。嘿，呵呵，啊，成就解除啊，颁奖典礼啊，那个吊绳啊，好，那这期到这结束啊，那我们下集就会在就开始录《摄影之歌》跟然后《小哥风云传》，如果出 DLC 的话，就开始玩了。那喜欢的片好，欢迎到左下角一个图案按个订阅。那也希望。在我粉丝按赞，以上这期就要谢谢大家，这期就是看到，谢谢大家对返校的支持，虽然公告人数没有很多，好啦，不管，还是谢谢大家的收看啦。那新闻频道我讲过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